这次会上开幕式大会呢，就爆出了一个这个好消息，就是发展的国家，特别是脆弱国家最关心的损失损害问题呢，这今年呢，这个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，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呢，已经提出了一共是3亿多美金的捐资的这么一个目标提出来了，我们感到很高兴。啊，这个发展国家最关心的问题，这次得到了有所进展，还是非常好的。